咦，你就是山里面做菜的那个胡子哥？啊，我关注你很久了，可是一个菜也没学会，能教教我吗？可以啊，我今天教你做的麻辣小龙虾吧。啊，会不会很麻烦呀？不麻烦，我有一个秘制烧菜宝，又简单又方便，味道也不错。走。尝一下，哥，咱现在饭也吃了，咱接下来干啥呀？你身份证带了没有？带了。那太好了，我也带了。走，上网去。哼，活该你单身，渣男。